第二轮的最后一组，我们这里有六号选手，六号选手哦，以及二十四号选手，六号以及二十四号选手。到目前为止啊，这是我们本次在异想天地啊，汤姆熊高雄异想店的一缕波下播大会第二轮第八场。便似乎蓄势待发，好，比赛开始。在起跑的部分，右台似乎占有了一点点的优势，目前啊，车头跟车尾已经有一个互贴的状态，想办法从内也好，从外也好，找一个突破口。突破了吗？没错，这边中间进行了一个名次交换，而且还跟对方拉开了差不多三到四个车身位的距离。有没有办法利用弯道拉近？右台还有没有机会？有。压住了，贴住了对方的车尾，并且拿回了他原本就有的第一名。这边的弯道，两边维持一到两个车身位的距离，但是由右台领先一点点。这边的弯道有会产生交换吗？有，从左侧切了进去，改变了名次。用一个下坡穿插高的跳跃，不断的给对方施加压力。第一名跟第二名相距甚至不到一个车头，加速了吗？并没有，由右台领先，但是领先不到一个车身位，剩下最后一公里。两边车身在互贴的状态下，
谁也都不想要让谁，但是我们已经剩下500公尺、400公尺压过了，压过了，最后进到了啊没有弯道的直线路段。那看起来胜负到此已定了吗？哎，贴住他的屁股压住，哎，已定了。好，我们恭喜啊！我们恭喜右台的选手，最后是很紧急的啊，使用车身往右急打了一番，